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蜀汉五虎上将威震天下，全部排进十大猛将之中。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声，全靠他们无与伦比的战绩。那么，五虎上将的成名之战和巅峰之战分别都是哪些战斗呢？依据《演义》中相关内容分析如下：关羽的成名之战和巅峰之战，关羽的成名之战是泗水关前斩华雄，当时华雄连杀鲍忠、祖茂。 于射、潘凤四员十八路诸侯的将领，给各路诸侯造成巨大的压力。在此情况下，名不见经传的关羽主动请命出战华雄，曹操给关羽斟了一碗酒，为其壮胆。关羽在斩杀华雄后回来喝酒，酒还是温的。从此，关羽名声大振。关羽的巅峰之战是襄樊之战的前半部分，在这一战中，关羽带着荆州军队北伐。 夺取襄阳，把曹仁围困在樊城。紧接着，关羽水淹前来驰援的于禁七军，降服于禁，擒杀庞德，威震华夏，吓得曹操差点迁都。个人军事生涯达到巅峰时期。张飞的成名之战和巅峰之战。张飞的成名之战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。当时吕布骑着赤兔马，掌中方天画戟，大战十八路诸侯。在杀死杀败四员盟军将领后，张飞拍马出战。 张飞和吕布单挑五十回合没有落败，令群雄震惊。原来联军之中竟然有武将能和吕布单挑五十回合，却没有败北，从此名扬天下。张飞的巅峰之战是巴西之战。由于张飞的出色战绩太多了，一时之间不好抉择。如张飞在小沛城外和吕布大战一百回合，不落下风；又如张飞在长板桥三声大喝。 吓得曹军狼狈而逃。再如张飞入川时，巧计降服老将严颜等等。但是我们认为张飞的巅峰之战是在巴西三次击败张合，打得张合找不到东南西北。赵云的成名之战和巅峰之战，赵云的成名之战是界桥大战文丑。当时公孙瓒被文丑追杀，情况非常紧急，赵云从天而降，拦住文丑和文丑大战在一起，两人交战五六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 文丑早已成名，一般武将在其手中坚持不了十个回合，便会败北。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白袍小将，竟然和他对战五六十回合，焉能不惊？赵云的巅峰之战是长坂坡之战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当时刘备十万军民被曹军追杀，溃不成军。赵云原本已经快冲出曹军包围圈了，他却毅然返回曹营，经过千辛万苦找到小阿斗，并顺利将其救出。 这一战，赵云至少斩杀曹军五十多将领，至于士兵，斩杀的不计其数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提起常山赵子龙的大名，华夏大地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马超的成名之战和巅峰之战，马超的成名之战，马腾讨伐李傕郭汜时，年仅十七岁的马超作为先锋出战，几个回合便一枪刺死王方，同时生擒从后面偷袭的李蒙。 令人震惊，有志不在年高。十七岁的未成年人也极其厉害。从此，马超被打上了西凉第一猛将的标签。马超的巅峰之战是潼关之战，在这一战中，马超杀的曹操割须弃袍，渭水河畔杀的曹操坐船逃走。在后来的单挑中，马超和许褚单挑数百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曹操看到马超太厉害了，于是由衷赞道：“马超不减吕布之勇。” 黄忠的成名之战和巅峰之战，黄忠的成名之战是长沙城外和关羽的单挑。黄忠虽然岁数很大了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没有出名，世人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惊人本领。在关羽攻打长沙时，黄忠出战和关羽大战在一起，两人大战三天，尤其是最后一天的战斗，黄忠原本可以射死关羽，但是念在第二天对战时马失前蹄，关羽没有趁人之危。 他于是手下留情，射中关羽的盔缨，给关羽一个警告。从此以后，黄忠的威名传遍大江南北。黄忠的巅峰之战是在定军山之战中，镇斩曹操手下征西将军夏侯渊，这在三国战场上是史无前例的。三军主帅坐镇中军大帐，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阵亡的，除非全军覆没。但是黄忠却办到了，一举斩杀夏侯渊。 为刘备最后夺得汉中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。